秀林乡公所在木古木鱼旅游咨询中心办理了112年知兴之翼织布展开幕茶会飨宴，秀林乡长王玫瑰、代表会主席骆燕玲，而且还有各区的代表以及同门村的村长也都一同到场共享盛举。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，秀林乡公所一直以来对推广泰鲁阁族文化产业不遗余力，秀林乡公所拥有美丽的自然生态景观、丰沛的人文底蕴。公所也重视文化传承以及艺术的推广，每年办理各项公益培训课程，补助在地社团单位办理公益培训计划，培育秀林乡优秀的公益师，继续打造属于在地原住民文化与艺术创作。木古木鱼旅游咨询中心坐落于美丽的同门村，期盼能够广邀各位亲朋好友到馆来参观。我们的整个织布展，展览的作品有我们的传统型的地织，还有就是阿板，还有女儿的嫁妆，好，还有我们各式的整个织法，好，传统地织的巫布，好，这些我们都有，都是在这次的展览，好，我相信会吸引更多游客，好，或是我们的族人，哦，都会来看看我们到底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些织法，好，到底有什么不同，所看到有什么不同。如何追寻，如何保存，我想文化就是这样，就是要传来传去，传到不会忘记，就像我们在家里生活一样，我每天比如说要起火，我们每天起火，我们每天的那个动作，小孩子看了以后会不会一定会，为什么？他从小看到大。文化的推动也是一样，我们一直做，不停的做，只要不停止，这个文化就不会断，哦，这个不要忘记。只要你一停止一年，只要你们不要推文化看看，第二年绝对是重来。好，我想这是多年来我们在推动文化的经验。在这里，我还是要谢谢我们所有的代表。好，今天你们的到来，我想给我们工坊是一个很大的力量。那因为今天也是要特别要做一个宣传，好，所以今天也特别找我们的梅宣组啊来。替这次开展的我们的主角以及在座的各位代表，能做协助我们做一些文化展示展览的宣传。当然我们的展示不是只有在这边，我们包含是想办法也在中区，也想办法在北区，北中南都能够有一个开展的空间。112年知兴之翼织布展展览期间即日起到112年6月30号，而在每个礼拜一次休馆的情况。而这次展览的作品有传统型地织织布、被毯、女儿的嫁妆、各式织法的织布、传统地织及巫布。周六有馆内织布展演 DIY 体验、户外特色小市集以及夜舞展演，欢迎民众亲临现场体验泰鲁阁族的工艺之美。记者九王许翔报道。